你这儿没酒。你不要再喝了，现在你又喝酒又抽烟，姐姐不管管你。怎么样你才肯回去？要依云来跟你道歉，你走了以后他比我还要难过，还要后悔。你千万不能告诉姐姐我做这种事。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，只要你跟我回去。回去又怎么样？再逼得姐姐那样心痛，她是被我们逼的，不然也不会发生那天晚上的事情。她是积压的太久了。但事情发生以后，她非常后悔。昊天，归根结底，是姐姐太善良，太爱你了，她才会允许我跟你。也正因为她太爱你，才无法忍受我跟她分享你。回去吧，回到姐姐身边去，知道没有我这个人。碧寒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我少不了你。你是在替我说的，我不该认识你。就是吗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谁的呀？我来找曼妮，刚才有个客人对她很不礼貌。那关你什么事？陈元，我看你是迷上曼妮了。没有的事儿。小心点，别再失恋了。你该回去了，一点多了。除非我们一起回去。不可能的，我都跟你说清楚了。那好，我就住在这儿，我什么都不管。我不是跟你说着玩的。曼妮，曼妮，你睡了？是那小子，他要跟我打架的。曼妮，曼妮，陈元，什么事啊？哦，那小子喝醉了，我真担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的打火机昨晚上忘在我这儿，我去拿给你啊。好。你快走吧。这小子，有话明天再谈。走吧。你跟这唱歌的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啊。哼，不是普通朋友，我看你们关系很不寻常。他单身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彼此都没什么顾忌。昨天晚上他就睡在这儿，所以他的打火机才忘在你这儿。哎，这你不必吃醋哎。到几个月不见，你就变成另外一个女人。你不是我认得的于碧寒，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，我永远不要再见你。去。